因为我们队里其实大家都是年纪比较小的球员，所以我就跟大家说，就是放开来打，因为这就只是一场比赛，所以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。就比赛前一天呢，来这个适应场地，然后那时候也没到几个人啊，然后就人也不足啊。我们还在练默契，因为我们大家都是从各个地方来的，所以就是我第一次参加，感觉跟高中差很多强度，就是。在身体素质方面，然后还有投篮的命中率啊，然后在场上也会让人感觉有一种压迫。第一次参加全运会，就是很紧张，但是抱着学习的心态，因为就是球队上有很多比我大的，学长就是会带着我们学习，以及提醒我们在球场上该做什么事情。对啊，今年是第一次，就蛮期待的，然后也有点紧张，这样就是到现在还在适应的。就上了球场，也就不管是兄弟还是朋友，这样就是认真跟他们打。那当然，垃圾话少不了的，会碰到大汉，那绝对是必须要。那垃圾话就是球场上的那个文化之一嘛。彭汉想跟我说，就是在球场上，就是我有做不好该修正的地方，就是讲我打人可能。就是要敢一点啊，因为我比较单薄，就是可以去挑战啊，就是去学习球场上的东西这样。打这种比赛也可以让自己多抓一些比赛的感觉，然后维持一些那种比赛的状态，然后等收假之后可以马上衔接到训练。这也是因为应该就是那个投篮的部分啊，对啊，投篮的部分就一直被讲说没外线，没外线。对啊，然后还要针对这个去修整的，就可能就是屁话一下说，哎，怎么一直投不进啊之类的话。本身比较矮，然后也比较瘦，所以休赛季就是让自己多吃吧，然后多做重量，然后让自己更重。我在球场上不足的地方，就是我会去调整我的中距离投篮，就是让我在这次比赛中，就是有自己的武器，就是
我会要求我自己的投篮，然后以及防守的一些对抗，就是让我自己就是第一次参加这比赛，也可以调整到比较好的状态，就是自己试一下练完球，可能会自己加强一下自己的重量，然后就是吃会吃比较多，因为就是自己高中的时候训练量比较大，所以比较胖不了。但大学可能训练量比较掉，就会长肉，然后就会自己加重量这样。